我是 Amber 郭采洁，可以看见所有在这里的台中的朋友跟我挥手好吗？今天很荣幸，因为九令的关系，可以在这么多朋友面前演唱我的新歌。刚才那首歌你们都有在电台电视听过吗？耶，又圆的月亮。 OK， 接着下来这首歌你在不在，谢谢你们。可以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跟我一起浪漫吗？Thank you.